不仅新年赛车是主打腾空，飞车即将上线的第四只骑宠也是主打腾空。那这期我们就来聊聊神虎和小黑的劲敌的特性。那先说明这个特性信息爆料来源于 IORLI 不会玩这位 UP。 好，我们来看特性。二技能是开局第四次腾空时55秒内基础最高速度加10千米时速。三技能是腾空时立刻获得 3% 的集气，且腾空期间自动集气 8%。 这个特性感觉大部分腾空图都比神虎和小黑强啊，无论是速度加成也好，这个提升容错率的集气也罢，这只骑宠的数据呢在腾空图都很亮眼。而且呢，不仅腾空图啊，像一号公路啊、长城啊、秋名山啊等等起步阶段有四个以上跳台的图也都会有不错的表现啊。毕竟四次腾空后就有55秒的基础速度加成时间，这在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一圈的短图只要触发，那自加成就加成到终点是吧。所以呢，从特性上看，这个宠物的国服数量呢应该是不会少的。当然这也只是被爆料出来的特性而已啊，最终特性是不是这个加成呢还得等到正式服上线之后才能确定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，谢谢收看，喜欢的点赞图片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